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课本的图片。牛顿呢，他发现呢，我们打一束白光经过三棱镜了以后呢，这个除了它会偏折以外，你看它往后的地方偏，往后的地方偏，它遵守折射定律。除此之外呢，原来白光不是只有一个颜色，发现呢，这个白光里面呢，居然分出了不同颜色的东西，然后后来又发现哦，这个颜色就跟彩虹的颜色一样，他就把这个叫做色散，对吧？那色散这边会稍微提一下，就是你看一下偏最少的是谁？哦，是红光，偏最多的是蓝光。当你偏到某一个程度，就是假设这个那个角度非常的大。哦，假设它现在是这样子射进来，所以它这样一点偏折一点点。好，那如果我现在是这样子，那再往下再偏多一点，然后再偏多一点，有可能呢，这个蓝光这个地方，它会偏到这个边缘来。好，那它这时候它就变成不偏折了，因为它已经没办法再折射了，所以这时候它就会反射掉，它的蓝光就会反射掉，留下红光。那生活中有哪一些跟这个比较接近的呢？就是夕阳。因为夕阳它照射的角度也是很斜，那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哎，怎么感觉是红红的？因为这个蓝光大部分都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折射，而是全部都反射掉，反射到大气层里面去了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红红的夕阳而已。好，那这一个是色散的运用，我们为了方便，所以我都一直停在这个画面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去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哦，原来啊，这光就好像水彩有三个主要的颜色，那光也是有主要三个的色光，不要说颜色是色光，那我们就叫它光的三原色。哪三个呢？分别是红光、蓝光跟绿光，这三个光呢，只要比例恰当，你就会配成白色，那或者是配成其他的颜色。那这个颜色啊，其实就是，我们要怎么去记它呢？建议从彩虹的颜色来记。那为了方便啊，红光啊，以后就叫 R。那你再看一下这就像彩虹的颜色啦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不是一开始就一个红吗？然后红橙黄绿，然后中间是绿嘛，然后呢，最后蓝靛紫，这个蓝其实在这里，它的名字它给它取叫做青。那紫色呢，其实是这个颜色比较像是靛色，这个就是靛色。用这三个就可以配出其他所有的颜色。好，在光的三原色。这里呢，第一个你要知道色散。好，那谁提的呢？一开始是牛顿提的。好。那提出呢，光经过折射以后，是谁折射呢？是白光。他说啊，白光折射以后呢，色光分开的现象就是色散。那为什么会分开呢？就是因为不同颜色的光在玻璃里面的速度不一样。我们知道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最快的，那不同颜色的色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一致的。可是当它进入到玻璃，这速度会不同，导致它偏折角度不同。那谁偏折的最少呢？稍微记一下，红光，红光它偏折的最少。所以刚刚说。就是夕阳偏红的原因啦，因为其他的都全反射了，其他的都偏折到无法再偏折了，所以它就不会折射，都全部反射掉了，只剩下红光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色散，第二个提的是光的三原色。那光的三原色呢，是哪三个呢？是 RGB，R 就是红光。G green 绿光，B blue 蓝光，所以如果你有一些，你看你的那个屏幕后面呢，有时候你就会看到这种三个颜，这三个颜色，RGB。好，那我们的现在的液晶荧幕也就是用这三个颜色来调控它输出的颜色。好，那
那同学，那这个怎么记呢？因为 RGB 又可以混出很多其他的光，好，老师会建议你用彩虹的颜色来记。那其实它一点都不牵强哦，它会有红、橙。我们先把彩虹的颜色写一遍：黄、绿、蓝。啊，字好丑，靛、紫。那我们要先把 RGB 对好，R 就是红，这没有问题，G 就是绿。那 B 呢？B 比较靠近靛色，好，比较靠近靛色。好，那红如果配绿会配成什么色呢？红多一点就变橙啊，绿多一点就变黄。哦，所以这边我们以课本的为主啦。课本说红配绿什么颜色呢？那就是在中间的颜色啦，就是黄。为了方便黄，就叫它 yellow y，OK？好，那绿色配靛色会变成什么色呢？那其实是红橙黄绿蓝靛紫的这个蓝。那这个蓝哈，其实是天空蓝哈。那为了方便，我们只好给它取另外一个名字啦。所以这个应该是叫青色。那青色其实也是 blue 啊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写一个中文了，我只好写青了 那红配绿，红配蓝是配成什么颜色呢？它其实就很接近水彩的配色了。你水彩的红色配蓝色，你就会配出桃红色，比较像是这种桃红色，这种桃红色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要叫它洋红色。哦，因为目前三家厂商都是用这个名称，哦，所以我们就记洋红色吧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已经这个要很熟喽。好，这是第二部分。第三部分呢，我们来看光照物体。哦，假设呢，我有不同的色光，然后拿去照了不同的物体。那我们来看这个物体在不同色光下会照出什么颜色。那这边会非常多，好，请你能够自己写最好，好，所以呢又来了哈，再来一次，来，这是不同的色光，好，然后呢我有不同颜色的物体，那不同颜色物体呢，我们就先白色先吧，然后黑色为了方便打叉叉，好，打叉叉，这是黑，写在旁边好了。好，这是黑色，然后呢，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来一下吧。好，所以简单来说，有红色的物体，那有先简单绿色的物体，好，三原色，红色就是 R，绿色就是 G，然后有蓝色的物体，好，就是 blue。那也有混色的物体，比如说黄色 yellow，比如说青色，哦，青色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。然后接下来是洋红色，好，这一些物体用不同的色光照它，有白光，有然后红光、绿光。蓝光，还有黄光，还有青光，会不会太机车？洋红光，好，那同学，这个你应该自己写，能够写得出来。好，你现在可以按暂停自己写。那接着我公布答案哈，那白光白色就是会反射所有的光哈，所以什么光照过来就是忠实的反射，所以是白光，白色白光照白色还是白，R 照还是 RG 还是 GB 还是 BY 还是 Y 青还是青洋红，还是洋红，黑色呢什么光都吸收，所以通通没色，好，通通是黑的。什么光都吸收是黑色，红色的意思呢？红色物体就是我会反射红色的光，所以呢，红色光呢会被反射，
因为白色是 RGB 构成，所以有红会反射，这个也有红会反射，这个没有红，没有红就会全部被G 跟 B 就会被吸收。黄色呢，黄色是红橙黄绿，所以是红配绿， R 配 G。 好，那青色呢是 G 配 B， 洋红是 R 配 B。 好，我们先写在旁边，所以这个有 R 哦，所以会反射 R， 这个没有，这个有 R， 好，所以就会长这样。好，有发现红照红色最多就是出红色，那绿色呢就是会反射绿色，其他的 R 跟 B 都吸掉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哦，这个三个颜色都有，所以绿色这个没有，这个绿色这个没有，这个有绿的，这个有绿的，这个没有。蓝光会反射蓝的，所以这个有蓝，这个没有蓝。好， OK。 那黄光呢，黄色是两个颜，黄光是两个光代替的，是红橙黄绿，红跟绿，所以它会反射 R 也会反射 G， 所以 R 跟 G 来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哦，这有 R 跟 G 啊，所以混在一起就会变黄，好，两个颜色都会反射出来。这个有 R 就是会反射 R， 有 G 就反射 G， 没有 R 跟 G， 有 R 跟 G， 所以这整个会变黄。这个有 G， 这一个有 R， 好，所以它就会变这样。那青光呢，是 G 跟 B 会反射，其他的会吸收。所以我们来看哦，这个 G、B 都会反射，所以青色照白光还是青色。没 R 会吸收， G 跟 B 都会反射，所以绿光照了会绿绿的，蓝光照了蓝蓝的。那这个有 G， 好，这个有 G 跟 B 都有，所以还是青色。那这个是B。 好，最后洋红色是 R 跟 B。 好，所以呢白光照了还是洋红。好，有发现白光照什么颜色就跟它原本的颜色一样。好，那这个有 R， 这个没有，这个有 B， 这个有 R， 这个有 B， 这个有 R。 哦，更正，这个是洋红。好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写对，好，可以对一下答案，你可以跳到后来直接对答案，自己能够写得出来是最好。第四个部分呢是色光照透光膜，或者是玻璃纸，那这边我们叫它透光板好了。好，那个为了方便，就是呢现在有一个板子，它可能是有颜色的，它可能是有颜色的。 好，透光板，那呢我打了不同颜色的光过来，可能是 R 啦，可能是 G 啊，可能是 B 啊，可能是白光啊，点点点。那我们想要知道有什么光可以透过来呢？好，那通常是这样子的，你是叉叉色的透光板，好，假设你是红色透光板，那你就只会透这个叉叉。好，假设你是红色，那你就只能透红，你是绿色，那你就只能透绿，你是蓝色，那你就只能透蓝啊。你要是黄色呢，黄色是红加绿，所以你会透红又会透绿。好，依理类推，点点点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又来了，我们简单点，好，来，一样有透光板。好，透光板颜色不多种嘛，好，那我们就简单就好了。好，有透明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有红色的，有绿色的，有蓝色的，好啦，还有一个啦，那其实市面上很喜欢卖这个黄色的透光板，那让我老师加一题。好，那你打不同的色光，好，那看会透什么光。第一个我打白光，打红光，打绿光，打蓝光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一样按暂停自己写，来放上来一点，一样，好，按暂停，自己写，写完了以后回来对答案。好，那我就直接写答案了，白光打过去，你红色透光板就透红，绿色就透绿，蓝色就透蓝，黄色就透黄，透明呢通通都透，所以呢这个还是白光，这个还是 R， 这个还是 G、B、黄。好，红光打的透明的全都透，全都透，
哦，红光打红的会透，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，这个有 R 加 G， 所以呢 R 可以透。这个 G 呢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有 G。B 呢，没有 B， 这个也没有。好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答对呢？好。